到新闻现场，轮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，经常是可以看得到的。但是呢，一个只有十几厘米大小、世界上最小的轮椅，而且是真真切切的装在一只天竺鼠身上，那就有新奇了。一起来看看这个温馨的动物故事。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只呢天竺鼠由于和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折断了后背，结果造成下半身瘫痪。还好呢，加州动物避难所发现了它，并且透过脸书来募款，不止呢得到超过上百个赞，还为它特别定制了一个全世界最小的轮椅，让它可以自由的活动。